你过来一下，吴桐，你跟罗晓彤到底怎么了？我跟罗晓彤怎么了？你管得着吗？是管不着，但是作为你俩的朋友，我就想关心一下。8小时上班的时候，你是我老板。 8小时之外，什么都不是。罗晓彤是我之前的助理，你现在是我最好的摄影师，我能管吗？罗晓彤跟我什么关系？跟你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再管了。我跟罗晓彤什么关系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我不清楚。你们不是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吗？吴桐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请你不要侮辱罗晓彤。护着他呀。 还轮不到你，我们俩还没离婚呢。说白了，是你自己没本事，是你自己没本事保护罗晓彤。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罗晓彤那么好的女人，你不去珍惜？你不是说我跟罗晓彤关系不清不楚吗？行，我明天就开始追究她。 喝点，别喝了！哎，你听话，听话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听话！哎哎，行，别喝，别不能再喝了，不能再喝了。眼镜怎么没打碎？你是不是打之前把眼镜摘了呀？ 孙子，第一拳打掉眼睛，第二拳打眼睛。我觉得他应该把你这个右眼睛也打一拳，这两显着这两边对称，好看一点。这个，你干嘛呀？ 开玩笑，我错了，你明白吗？哎，你干嘛呢？你？哎哎哎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干嘛呢？你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给我注意点儿去。他眼神，眼神不太好，眼神不太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什么世道啊？小三儿把过了气儿的老公给打了。哎呀，行了。 你也别张嘴闭嘴，小三儿小三儿的，谁是还不好说？你哪伙？谁有理由我就是谁那伙儿。你是站着理说话吗？你是跟你老婆一伙。你老婆是跟我老婆一伙，不是我老婆。你是跟罗晓彤一伙。 这么说啊，你那是男人，咱们说话做事儿啊，得爷们儿一点。错了，就是错了，咱得认。是吧？你不能你错了，你还往别人身上泼脏水，这就不地道。我往谁身上泼脏水？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哪错了，我往谁身上泼。 是我也不知道，我这不是往好了劝你？你劝我，谁劝你能把他劝了？劝我，他不会跟我和好。是吧？也是，反正我也确实闹不清楚，整不明白。哎哎哎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喝，不能喝。 盖儿，我不，你干嘛不去？不能再喝，我高了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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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来了。哎，哎，小峰，站着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转过来让我看看。我没事。你转过来，把手放下，放下。怎么回事？跟人家打架了？没有。那就去赛车了？不是我。那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撞墙上了。撞墙上了？大白天的你往墙上撞？行了，妈，我没事。说老实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真没事，妈。我在这等了这么长时间的份上，你听我把话讲完好吗？如果说你觉得因为那阳在咱们家住你不舒服，那从头至尾是我考虑的不周全，是我伤到你了，我跟你道歉，我错了。我要是跟大杨有半点不清白，我出门让车压死。现在大杨搬走了，已经走了，这个家干净了，你能不能跟我回家？好，如果说你觉得我说那些你和林峰的那些话你听着不舒服，我也跟你道歉，我真是因为看见你们俩在一起气疯了，我话没过脑子我就说出来了，我伤到你了，我给你道歉。但是夫妻没有隔夜仇，大家还是好朋友，他能不能回来？你想要孩子，我那天说的话我也没想明白，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。你想生几个？你生一个、仨、十个、一百个，我陪你生。咱们随时生，好不好？你想回四 S 店上班，你分分钟都可以回去。你想干什么都行。你想，我只是一个请求。天太冷了，我不想你站在这儿。你让我回哪儿啊？回家。家在哪儿啊？你不在家在哪儿啊？你让我回哪儿啊？对不起啊，梧桐，我喜欢上别人了。对不起啊。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皮特吗？不是啊。对不起。谁啊？你不要再问了。你问的越多，心里面会越难过。不说是最好。
不要我了。什么？你不要我了？你不要我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，你最好最近不要联系我，我也想一个人静一会儿。对不起啊。我不信，罗耀宗，我不信。